我下去了，来了。你好，大家，我会一路好走的。阿弥陀佛，孟多前辈，我为了你的最后一程，准备了一封信念给你听，希望您在天堂可以完成这个世界没有完成的事情。孟多 TV 和你的红色的警车，我会好好接手的。欢迎收看老外调查团。今天来办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哦。什么日子？孟多大水姑族的那个大谷之水啊，大谷之水，当你的告别式哎。什么？我的告别式？我们今天要办你的告别式啊。What？ 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一天会来，而且我还活着。其实呢，这个东西哈，不代表难过或许就是不好的事。所以呢，我今天邀请的非常专业的人。叫做小冬瓜社长，冬、yeah, 瓜社长，好帅，好帅！你为什么叫做小冬瓜？为什么不是小方官呢？没有，因为我父亲叫冬瓜，但是因为他离开，就继承他的名号。哦。接下来就进入到我生涯当中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过往我们都是用抱的。将人放进棺木内，今天我要第一次看到有人要自己走进去了。通常是大家是帮忙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下去了，来了。你好，大家，我会一路好走的。阿弥陀佛。OK， 等一下哦。可以耶，等一下。所以我化妆，我在躺在这边，你帮我化。嗯，没错。天哪。B.I.B.Thank you 你要不要干嘛有就是来为您服务两个女生为我服务啊这是漂亮的、欸、我会不小心复活哎、欸、这是一般就是我们会在棺木里面放这个水杯哎、欸、等一下你们不会点火吧你们不会点火吧等一下不用闹你们真的不能闹各位亲友，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大谷竹水，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孟多先生，举行追悼会。孟多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很精彩。孟多前辈，我为了你的最后一程，准备了一封信念给你听，希望您在天堂可以完成这个世界没有完成的事情。梦多 TV 和你的红色的警车，我会好好接手的。把梦多 TV 改成教训 TV， 为你发扬光大。由梦多申请，在台湾也是唯一一个朋友，也是唯一一个家属，也是唯一一个外国的朋友杜立，为他献上一首歌曲。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But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t's been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But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When I see you again、欸、其实呢这边的是虽然是那个失掉的人其实他们是对他们都非常好也、欸、很舒服那要不要回去睡一下哎、欸、好啊没有不是我好不容易复活吗、嗯、那你们两个 有什么感觉吗我觉得、嗯、其实真的蛮开心的嘛不是对其实蛮难过的啦难过跟开心我觉得是那个这个对重点是我今天学到了很多我完全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嗯、要、特别谢谢我们今天的市长还有我们的社长谢谢今天学到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学到这些花有关系要什么白桌啊、嗯、还有去后面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这些事情 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嗯、对对 对今天也感谢你们就是能够让台湾的观众朋友就是认识到说一个丧礼的流程要怎么进行嗯然后也是像我刚刚讲的当我们今天有接触跟了解其实对死亡才不会有过多的恐惧当然死亡是件严肃的事情对没错我们也应该要慎重看待嗯不过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走上这一招嗯、所以如何好好的预先做规划，轻松一点看待，其实也无妨。OK， 對對對其实呢，死亡就是这个东西，每一个人有一天会到，所以呢，我们大家每一天好好活下去吧。大家下次见哦，拜拜。拜拜